靠文根国小学生偷偷把手中的纸牌变成美丽艺术品，这是靠乡公所为推广地方艺文活动，在游客中心所举办的体验课程。在活动头一天，也吸引地方议员代表来关心。这些牌是外教的吼，但是这不是，这是一种文化吼，一种艺术，啊，伊会当做非常多项，哦，会当做一寡吼，你像我后壁遐啦吼，脚踏车啦、孔雀啦、飞鸽啦。咱吼，今仔嘛爱感谢咱这个水节师吼，有这个用心哦来传教这个四十八啊，这个艺术品是不是很环保？因为我们把它玩一玩之后，我们没有把它丢掉，我们可以再做再利用。口湖地区啊，一到冬天风非常大，那小孩子也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，加上我们这些传统的艺术啊，这些技艺已经快要失传了。那乡长就私下去探访一些比较有这些专长的一些达人，然后把他们请出来。靠游客中心这个门口顶有个四天八场活动，这第一场的纸牌艺术是特别邀请社区的名艺术家来指导，其中一位已经高龄70多岁。啊，都经营无聊就忙前忙后，这个应该较早就想着讲这做就无我的下无啊。做一个水壶差不多要10天左右哈，因为要慢慢的将白胶糊在里面，还要用那个碗，一直压，让它定型。有机会让学生还是另外艺术技艺，靠书中拢感觉这是一摆袂歹体验。这样子属于比较有文创意味的一个学习方式，对我们孩子的学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等待四天活动结束后，游客中心也将会把艺文活动加入社区，真欢迎对这儿科纸牌艺术兴趣社区会当报名指导机会。记者陈差不多。